先开经本第四十五面，四十五面第一行，佛有无量化乐天王，所谓善变化天王、极静音光明天王、变化力光明天王、庄严主天王、念光天王、最上云音天王、众妙最胜光天王、妙极光明天王、成就喜会天王、华光极天王、无尽十方天王、如是等二位上首，其数无量，借请调伏一切众生，令得解脱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，经文第六化乐天王，这是表四地菩萨，言会地的菩萨。第一句是举数标类，数量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得很明白，是无量。类别呢是化乐天，斗率陀天是欲界第四层，化乐天是欲界第五层。经论里面常讲这一层天人，他所有一切受用都能够自己变化，不需要求助于别人。自己能够变现日常一切的物质享受，所以也称之为善化。现代的科学家他们研究也相当的深入，知道所有一切物质的现象都是从能量转变出来的，能可以变成知，知也能够变成能。原子弹根据这个理论发明出来，那是把能量这个物质变为能量。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能量变成物质，现在还不知道。如果哪一天有方法把能量变成物质，我想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争夺现象通通没有。为什么呢？能量是充遍虚空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
但是不知道怎样把能量变成物体。佛告诉我们，欲界第五层天人呢，就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们一切物质的享受都不必求助于别人，他自己能够变化。实在讲呢，就是能与知的转变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欲界第五层天的科学技术比我们高明很多了。那我们想想西方极乐世界，那就更殊胜了，更是不可思议。所以这是近代科学家他们研究的成果，证实佛经上所说的真实不虚。因为自己样样都能够随心所欲的变现，自己来享受，当然决定不会侵犯别人，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，这才是真正能得自由的真谛。有真自由，而后才有真平等，才有真民主。这个意思含得很深。转变，他们能够把粗转变成妙，无转变成有。这个在佛法跟当代科技里面所说的，可以讲完全相同。那么非常可惜，这科学家，世间科学家没有读华严经。如果他们能够读华严，他们比一般人聪明的，我们深深相信，对于他的科技发明，技术往上提升，必定有很大的帮助。请看下面经文，这也为我们列了十位上首。十位上首显示四地菩萨的智慧等等，因为它是化乐天，化是变化，乐是自在快乐。所以第一尊菩萨的德号叫善变化天王。那么这种变化刚才说过了，就是能量与质量的转变。我们在往生经里面读到，西方极乐世界那边天人生活的状况，说想要吃东西的时候，这个餐具，百宝的餐具就罗列摆在你的面前，这个美妙的食品
都是那么样的圆圆满满。过去帝王啊，做皇帝呀，他吃饭每一餐饭的这个菜肴是100道，不会缺的。不管皇帝喜不喜欢吃，厨师一定要供养100道菜。所以做御厨也相当不容易。你这个100道菜还得天天变化啊！如果每天都一个样子，那皇帝要骂人的了。可见的相当不简单啊！这是看到帝王的福报。那么在西方世界，你的生活绝不亚于帝王，但是不必要厨师去料理。你起心动念的这些饮食啊，珍宝的餐具就摆在你面前。等到你不想吃的时候啊，这些东西就没有了，就不见了。你看，也不要收拾，也不要去洗碗筷，也不要去擦桌子，你说多自在啊。这是个什么道理呢？变化。当我们需要物质受用的时候，能量就变现物质来提供我们受用享受。享受完了不要它了，那么这个物质就又回归于能量，没有了。所以自在啊。我们这个世间科学家们天天在想，用什么方法把能量转变成物质？看看再过些年，他们能不能够想得出来？即使想出来了，那个方法也是很笨拙的方法，跟天人、跟极乐世界，那简直不能相比啊。那么叫善变化啊，这个善字味道很浓啊，意思很深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如果说到根本的原理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体会到，不但是六道、十法界，即使是一真法界，像本经所说的华藏世界、往生经里面所讲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都是变化现前的，没有例外的。能变的、能现的，是我们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一真法界、十法界一真庄严的，是所现所变的。佛告诉我们，心能现，识能变。识是什么？识是心之作用啊，叫做识啊。当它不起作用的时候，
这个时候是真心。所有一切境界下都是真心所现，一真法界真心所现，十法界也是真心所现。这是我们讲原理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万法平等啊，万法一如啊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无论现的是什么样的相状，能现之体是真如本性。如果你真正觉悟了，问问哪一法不是自性？法法皆是啊！宗门里面大彻大悟。明心见性之后，他说一句话说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真如本性在哪里？法法皆是，头头皆是啊。无有一法不是，所以法是平等的啊！不但是平等，法是清净的，法确实没有污染啊！古人。为了要把这个境界说出来啊，让大家呢容易体会，不得已用个比喻说，以金作气，气气皆金。为什么用金做比喻呢？在七宝里面，金唯一的是不变，黄金呢，不管在什么状况之下，它不会变。啊，这个颜色色彩不会变。啊，不像银。啊，银氧化了就变成黑色。金不会。啊，所以常常用金来做比喻啊。譬如我们讲十法界，我们把黄金塑成十个像，啊，把它造成佛像，黄金铸的，再铸一尊菩萨像，铸一尊辟支佛像，铸一尊罗汉像，啊，再铸一尊天像、修罗像、人像，啊，再造啊。畜生像、恶鬼像、地狱像，全是黄金铸造的，成分一样，重量一样，你们想想它价值一样不一样？当然一样。你是建的佛像艺术品，他造一个鬼像也是艺术品啊，这价值一样啊。它有没有被污染呢？没有。啊，铸成地狱像也不污染呐。啊，还是那么可爱呀。啊，还是那样受人宝贵呀。真如自信，亦复如是啊。
诸位要知道，我们在六道十法界被污染了，什么东西被污染了？妄心被污染了，真心不会。妄心被污染了，不要紧啊，妄假的嘛，不是真的嘛。问题在哪里呢？今天你把妄当作真，真的忘掉了，那你可得吃亏了，你的生活就苦不堪言了，是你错认了心的。这个道理楞严经上讲的最多，讲的最透彻。佛说我们凡夫啊，错用了心，也就是现在一般人常讲啊，认假不认真。听骗不听劝。哪些人骗你呢？邪思说法了骗你啊。你跟他走了。佛说法劝你不听，听不进去。那么这正是经上讲的可怜悯者。所以我们懂得基本的原理原则，因此有能力善变化的，我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了，也会把它看到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不会变化了，那才奇怪了。会变化是正常的。欲界第五层天是凡夫啊，没觉悟啊，烦恼也没断啊。不过他有相当的定功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：定能法通啊，相当的定功啊，能生起神通。所以欲界天人有五通啊，这六层天人都有五通，神通能力大小不一样啊，位置在下面呢，这个通的能力小啊，位置往上面去啊，这个能力大。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啊，化乐天王为什么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圣人，这个是凡夫啊。凡夫这个神通能力有两种，一种是修得的，一种是报得的。欲界六层天两种因素都有，都具足。我们从经典上知道，专修福报能够升天，
升的天不高，最高只能升到忉利天。所以单单凭福报啊，诸位要知道啊，你将来升天呢，四王天、忉利天呢，再往上去不行啊。往上去一定要修定，从夜摩天、斗率化落、套化自在天，这个定功啊，一层比一层深，都叫做未到定。这个定没有修成功，没有修圆满。他有这个功夫，但是不圆满。假如这个定功修成功了，他就不在欲界，他就升到色界了。你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，就到色界天去了。所以欲界这些天人，他们修上品十善业道，再加上未到定，才能够升到欲界上面这个四层天。所以他们的神通也是修德，也是报德，这个两个意思都有。所以到这个化落天呢，这个才变化随意了。斗率夜摩能不能变化呢？能，没有他这么自在，没有他们这样的随意。所以特别说这个第五天善变化，要落实在我们自己生活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从早到晚起心动念真的是千变万化，关键在呢，我们千变万化了不善，如果能够与善相应，那这个变化就好。尤其是我们修净宗的学人，佛教导我们念佛，念佛是善变化，善中之善，达到了究竟圆满的善果。念阿弥陀佛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念阿弥陀佛，成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所以这个变化没有人能比，天王也不能比啊。这一句佛号怎么念法呢？放下万缘，一直念去，你在这一生当中必定成佛。
你的功夫得不得力，关键在你是不是真放下了，是不是彻底放下了。我们自己要明白，要觉悟啊，还有一些些没有放下，那都是障缘，障碍，障碍你这一生不但是修学不自在，生活也不自在。我们有没有认真去反省过，去检点过？唯有真正放得下，功夫才得力了。这个变化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。所以我们要学着转变自己，把自己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烦恼、习气，通通舍掉。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念念都能够与弥陀教诲相应，那么这个叫善变化。再看第二句，极尽因光明天王，德号里面有两桩事情，一个是因，一个是光。因，极尽因。楞严经里面跟我们讲，六界三空说到动静，我们今天只知道动能够发音，但是不知道静音之属什么。静要极静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静极光通达，楞严经上说的。天王德号就是显示这个意思，光通智慧显现。由此可知，真舍智慧现前的，是要靠恒深的定功。极静因就是甚深的禅定啊。极静因就是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清净心，心像水一样，
一尘不染，这是极。不起波浪是静啊。我们每天在佛前面供一杯水，这杯水就是表这个意思。水在清净，在不动的时候，它能生照的作用，照见的作用，那就是光明。自信的智慧显现，你能够见到宇宙人生的真相，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正如世尊在般若会上所说，般若会上讲的最多，讲的彻底，讲的究竟圆满。总归结来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所以彻底觉悟之后啊，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，你的生活得大自在了。纵然你每一天忙碌不停，也正是所谓的大作梦中佛事啊。建立水月道场，道场经人所谓的事业，你所有的事业，一切的建树，空化水月，那这样子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你如果不做呢，你就落在空边了。你做与事实真相不相应呢，你落在有边，落在空有两边都是过失。诸佛菩萨所谓是中道第一义谛，空有两边不住啊，不住空，认真努力在工作，做得很起劲，一切为众生，一切为社会，一切为佛法常住世间，做得很自在很快乐啊。不住有呢，虽然做心地清净，不染，中国道家所说为而不有啊，我做做决定不是自己去占有，这个意思好啊。佛法里面讲三轮体空，我每天做，做的时候决定不着相，这也是金刚经常告诉我们立四相，
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。这是极尽光明啊，这是真实功德。人在这个境界里，真实功德这个一念绝对没有。佛菩萨赞叹，世间人赞叹，真实功德。你不住相吗？空有两边都不住吗？这是表言慧地菩萨的境界。四地菩萨，第三人，变化力光明天王。第五天，善变化了，也叫善化。什么力量让它在变化？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诸佛菩萨的变化，绝不是自己随心所欲，不是的。如果他心里头还有欲望，还有欲，他是凡夫，他不是佛菩萨。诸佛菩萨决定没有欲望啊，那他这个变化是什么原因呢？感应啊，众生有感，发而有应，就自自然然有应，一丝毫勉强都没有。这个应里面呢，就有变化。这个变化力，因地发心、发愿有关系。每一尊佛、每一尊菩萨，在因地都发过大愿。每一个人发的愿虽然不一样，但是我们讲诸佛菩萨所发的一切宏愿，归纳起来总不出四大类，四宏誓愿。四宏誓愿是所有一切诸菩萨大愿的总结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不会超过四弘誓愿。这是动力，这个就是变化力。这个力是以智慧而生起的，绝非感情。凡是一感情，决定会退转，会磨灭。唯有以智慧发的愿，不会退转，不会消失。
所以我们自己感觉的这个愿心呢，常常会退。谚语里都常说，学佛一年呢，是佛在眼前呢，哦，那个心很恳切。学佛两年呢，佛就在天边。那个心呢就退转了，淡了，佛远了，在天边。学佛三年呢，佛化云烟，没了。什么道理呢？感情的嘛。感情也多变啊。感情变是生灭的变啊。理智的变呢是转变啊。越转越殊胜，感情是越转越恶劣。啊，往好的方面转少啊，太少太少了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懂。所以帮助众生这个愿呢恳切，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动力，推动他断烦恼、修法门、成佛道。我们今天为什么烦恼习气不能克服？度众生的愿不切，天天提醒你，好像有这么回事情，一转头忘掉了，还是为自己要紧。啊，念念想着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呐。他怎么能断烦恼？念念想自己，烦恼只有增长。不会减退的。如果说念念为众生呢，这个烦恼会减少，智慧会增长。这个里面有大道理啊。你帮助众生，度众生的愿很恳切，你一定会认真的修学。因为自己晓得，我早一天成就一切众生，早一天离苦啊。我晚一天成就一切众生，就多受一天苦啊！我怎么对得起他？所以你才会勇猛精进啊！你才会认真努力啊，发奋向上。这个动力非常非常重要。信心不坚定，愿力不肯切，你就没有力量来推动你，靠别人劝你勉励你，很难有进步。我们自己修学，我们帮助别人，都要明白这个道理。第四尊，庄严主天王，庄严意思诸位都明白，
最简单的解释，美好啊，我们虽然懂得这个意思，可是要做到却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一切的美好就是众生的好榜样。庄严主就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模样啊。佛家常讲一真庄严，正报是我们的身体，我们的容貌，我们的行仪，一举一动，行住坐卧，戒经里面讲三千威仪，八万细行的，那是庄严。能令社会一切众生见到你升起恭敬心，升起仰慕之心，实在讲我们很难做到。正报庄严最简单的意思就是守礼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节。可是现代人呢，不讲理，也不学理了，也不知道理是什么，这就难讲了。现在在这个世界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你要是跟人家讲理啊，人家说你头脑有问题啊，你到底是哪个时代的人啊？大概是新时代的人物都不讲理的。这有什么法子？难。可是大家虽不讲理，如果一个人呢有礼节，懂得礼节了，他每个人都欢喜。欢喜别人呢对我有礼貌，我对人家不要讲礼貌。现在是这么个社会啊。可是我们为佛弟子，他不讲理呀，我们也要学理。理在佛法里面，戒律啊，戒跟律我们一定要懂得。儒家的理跟佛家的戒律是一样的，可是他们的精神目标还是不相同。佛法这是超越世间，儒家没有立世间。
啊，这个是不相同的所在。理虽然社会大众不再讲求了，我们学佛的同学决定要学。今天学理，无需要学古人那些繁文缛节，不需要。我们只要学到一些纲领，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不叫别人讨厌我们，我们就得受用。过去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炳南老居士跟我们讲《礼记》，这个科目是我发心提起，请了好多遍，他才答应。原因是什么？现在大家都不讲理了，讲这个又是干什么？所以请了好几遍了，才勉强的讲。第一天开场白就把这个学理的宗旨告诉我们。我们学理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在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要叫人对我们讨厌。我目的在此地。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，我们就宣讲。的确，对于处世待人接物就会很有受用。我们的举止言行懂得分寸的。哪些话应该说的，哪些话不可以说的。言语之间就婉转了，举止之间也祥和了，不能说没有帮助啊。佛法里面这些礼节，是在讲现在人真的不讲。基本的教学，沙弥律仪啊，我们在戒律全书里面读到，李仁慈大师编的《沙弥律仪注解》。这是我们学佛、学做人、学做佛弟子不能少的一门功课啊！学这个就是学礼节、学做人呢。如果把这个东西舍掉了，不想去学它了，其他的你就全部落空了。你经教研究的再深入再广，你能说得天花乱坠，可是人家看你言行谈吐不像这么回事啊。与你所说的不相应呢，怎么能够令人生起信心？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决定不能够
好高骛远，一定要脚踏实地，认真努力去做，能把沙弥律仪这个十条戒律啊，24门威仪做到了，你就是真正的庄严主了。明朝末年，偶一大师啊，他知道比丘戒根本就不能够得到，偶一大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，你怎么能得比丘戒？比丘戒至少要有5个比丘传授，你才能得到。南宋以后，明字比丘啊，没有真比丘了。偶一大师对于戒学很认真，很留意。他通达明了，所以他受了形式的比丘戒之后，他退戒，一生守住菩萨戒沙弥，因为菩萨戒沙弥戒不必要比丘传授，甚至自己在佛菩萨面前发愿自己受都可以得到。那么后人又从占察门相里面修学，有占察门相显示你有没有得戒，这个修行不容易啊！依照《占察善恶业报经》来修，那么他的学生陈实法师，因为老师这个自称菩萨戒沙弥，学生比老师降一等，自己称出家优婆塞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自己的身份，我们只是出家优婆塞而已啊！这个身份是真的名实相符，决定不敢以比丘自称了。如果我们自称是比丘，实在讲这是属于妄语。你没有得比丘戒，你称比丘就是妄语。所以自己对自己身份一定要清楚，一定要明了。然后知道自己如何处事待人接物。尤其是修大乘，大乘菩萨当中，诸位知道有一尊常不清菩萨，在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学习。对于任何一个众生都不可以轻视。
说不定他成佛比我们早啊，我们将来还会做他的徒弟，还会当他的徒子徒孙，都很难说。你怎么可以轻视人？人不能轻视，物也不能轻视。这些小动物，他现在虽然堕落在畜生道，也许他死了之后的人生，闻佛法，往生不退呀，做佛去了。我们还在搞六道轮回，将来还要求他来度我们，你怎么可以轻视畜生？同学当中有不少人看过金山活佛的传奇，前两年这边有同修啊，将这个本子印了2000本，金山活佛出现在民国初年，江苏镇江金山寺的一位出家人，他的法名叫妙善，跟现在普陀山的老方丈名字完全相同。这个人是个修行人，他所表现的那个形态有一点像传说当中的济公和尚一样。非常受人的尊敬。这个在家人跟他顶礼，他立刻也跪在地下回拜。任何在家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只要跟他顶礼，他一定回拜，他也跪在地下给你拜。在那个时候，乐观法师看到这个现象，觉得不以为然了。在家人给出家人顶礼是应该的嘛？出家人怎么可以回拜呢？心里面起了这个念头，我没说出来。金山法师到房间里跟他说：“你不以为然呐、啊？他有神通啊！你起心动念，他都知道。”乐观法师吓了一跳啊！以后跟他相处了一段时期，知道这个人不是凡人。那么想想，我们现在是什么身份？大模大样，接受在家人磕头礼拜。处处以出家比丘自尊、自大，
显得狂妄无知啊。自己没有冷静想一想啊，我们哪一点胜过在家居士啊？如果我们冷眼来观察，在这些年来，念佛往生、在家居士表现的瑞相，令人尊敬。出家人往生，究竟到哪里往生，很难讲。在家人真的舍弃贪嗔痴慢，出家人天天增长贪嗔痴慢，人家是舍，我们这天天增长啊，怎么得了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庄严竹天王啊，深有所感啊，如何真正做到正报庄严、依报庄严？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，以我们居住的环境来说，能不能给人看啊？我们每一天桌椅有没有收拾的整整齐齐，保养的干干净净，衣报庄严有客人来了还早通知要好好整理一下才能见客，这庄严意义就没有了。时时刻刻保持正经，不是特意做给人看的，无论有人见到没有人见到，我们的家风原本就如是。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庄严。这部经对这桩事情讲的很多很多，足见世尊慈悲到极处啊，苦口婆心的，千百次的叮咛，希望我们醒过来，觉悟过来，真正做到。第五尊念光天王，这个名号里面的意思很明显，光是智慧，念光心里面充满了智慧，佛法里常说的转烦恼成菩提，那就是念光啊。
如果我们就世俗的话来说，念念正大光明也是念佛，只要你能把意思说出来，讲得通顺，讲得合理，这就很好。我在经中常常教我们六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当中啊，还有念天、念戒、念施，施是布施。这个六念呢，都是光明智慧的意思。而这六念意思很深，境界很广，都应当很细心地去研究。然后把它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第六任最上云音天王，华严经末后借归到极乐世界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那么最上云音就是六字洪名，两位天王名号连在一起，意思更深。我们在念三宝，念天，天人之德性，上品的十善，四无量心，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，所以念十善、念四无量心，就是念天。念戒，我们前面刚刚说过，能够常常意念修学，沙弥律仪就非常好了。念诗就是念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是以诗为首，布施呢将六波罗蜜全部包括了。六波罗蜜布施里面有三种，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为布施。持戒、忍辱是属于无为布施，
清净禅定般若都是发布施，所以说一个念施啊，六波罗蜜通通圆满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，不是说说一个啊，就是个单纯一个布施，那这个意思就不圆满了。借着这个地方最上运因呢，就是叫我们支持名号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这个是最上的妙音。他此地讲云音，这个意思很深。用这个意思是叫我们虽然念佛，要懂得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。念不念呢？念，很认真很努力的才念。有没有分别执着呢？没有啊，没有分别执着。这个念佛呢，就是云音的意思，叫云，非有非无。佛号相续不断的，这是有啊。虽念佛的时候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是无啊。这个念佛法呢才相应，与非有非空的体性相应。这种念法功德很大，非常殊胜，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如果学不会，那你就老老实实支持名号。什么叫支持呢？有分别有执着也行，这个念佛方法也能往生，生凡圣同居土。如果你能够用最上云音的方法来念佛，你往生是生十报庄严土，那个不一样。但是啊，同修们不要去执着啊，不要打妄想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跟他方世界不一样，生凡圣同居土就是生十报庄严土，经常讲得很清楚啊。西方世界是平等世界啊，所以不要想着，哎呀，我要一定要要这个十报庄严土啊，十报庄严土去不了，凡圣同居土也没去了，你看你不是坏了，这个事情搞坏了。所以不要打妄想啊，老老实实念就好啊。四土九品随便升到哪一土，通通圆满啊。极乐世界比华藏世界还要圆满。第七尊，众妙最胜光天王，众师众多啊，妙是指的诸法，无有一法不妙。
为什么这法法皆妙呢？因为一切法与最胜光相应，最殊胜的光明是自性的性德，自性般若智光啊，这是最胜光啊。事出世界，一切诸法与自性般若光明通通相应。这是事实。非常可惜，我们见不到。我们见不到，是不是就改变这个事实呢？不是的，事实还是事实。我们并没有能力改变它。我们改变了自己。大家要懂得这个道理，这个事实真相。如果我们能改变外面的境界，那就跟佛菩萨们的神通没有两样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若能转境则通如来。转境改变外面的环境啊，那我们跟如来就无二无别了。由此可知，我们起心动念只改变了自己，没有改变外面境界。这个道理很深，一定要懂得。所以自己起心动念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只有令自己受灾受难了。没有妨害到别人，也没有妨害到外面的境界。外面所有的境界缘生之法，为什么你不能影响它呢？缘起性空，所以我们细细思维这些道理，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慢慢去体会。实在讲，这要有相当的清净心，你才能够体会得到。如同宗门开悟，教下缘解，他就见到众妙最胜光明啊。不是他那个时候才见到，本来就是啊，以前没发现，以前没见到啊，没见到的原因是自己心里面有障碍，有烦恼做障碍，有所知做障碍，见不到事实的真相。这两种障碍放下了，
事实真相就见到了。一真法界，众妙最胜光啊！六道三途也不例外啊，也是众妙最胜光啊。离思，佛在本经给我们透出来了，剩下来的是要我们自己去理解，去证实。第八尊，妙极光明天王。这个德号与前面意思很接近，即高显的意思。也是表法，表一切诸法无有一法不成信的，唯有自信才是至高无上，如同法极一样，在我们一个人头上最高的这个位置上。从自信变现出来的相分，无不微妙。这个意思不好懂，我们得举比喻来讲。我们人生是不净的啊，这个经上常讲36种不净物组合的这个身体，不干净就是不妙。诸佛菩萨也应化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像释迦牟尼佛他也来投胎，跟我们示现八相成道，历代祖师大德当中有不少普鲁身份的，像近代的印光大师，大家都知道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，那么他也投胎，他也从小慢慢由父母带大了，以后出家念佛修行，显示一些成就给我们看。我们说我们这个身不妙，他的身妙不妙呢？他的身跟我们没有两样啊。他那个身妙，我们的身不妙。何以见得呢？我们跟他在一起，蚊虫跳蚤会咬我们不咬他，那就是妙啊。
虚云老和尚，那究竟是什么人再来的，我们不晓得。我们听说他老人家一年洗一次澡，剃一次头发，身上穿的衣服从来不洗的，这个林子都是油垢啊，从来不洗的。我们这个衣服几天不洗，气味很难闻呐，不妙啊。他那个衣服一年都不洗，闻闻有清香啊，妙啊。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啊，六道凡夫身本来也是妙的。为什么会变成不妙了呢？佛法里面常讲熏习，这两个字很有味道。我们身上穿的衣服，乃至于我们住的房子，我们用什么熏习它？用贪嗔痴慢是非人我熏习它了，所以它就变成不妙了。这些高僧大德，那身心跟我们一样，也是父母所生之身。每一天也穿衣吃饭，他们用什么方法来熏习这个身、熏习衣服、熏习居住环境呢？人家是用的戒定慧三学六波罗蜜呀。所以它身妙啊，衣服闻闻也妙啊，居住环境也妙啊，道理在这里，也是给我们说明境随心转。由此可知，无所谓。妙与不妙啊，无所谓善恶，无所谓这欧耶大师讲的好丑啊，好丑存于心啊，善恶也在一念之间，看我们用的是什么心。心转境界，清净心转境界，慈悲心转境界，这个境界就妙了，妙极光明啊！光明都是表智慧啊，清净光明身就现妙相啊，你的周边环境无有一法不妙。这个我们从这个古德行仪当中可以体会到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第九尊成就喜会天王，这是佛门里面常讲的长生欢喜心，欢喜
是慈悲的流露。我们世间人看作爱心的流露，但是这个里面有情与智的分别不同。这个爱心如果是从情生的，不能叫成就。为什么呢？它是无常的，爱会变成恨啊，喜会变成恼啊，那怎么能叫成就？成就是永远不变的啊，这是长生欢喜，那是欢喜成就啊。所以这个欢喜心呢，要从智慧里面生的，永恒不变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接触什么样的人物，平等的生欢喜心。在菩萨里面呢，弥勒菩萨为我们实现的，特别是布袋和尚，古德对于布袋和尚有两句话的赞颂：生平等心，成喜悦相。成就喜悦相，成就喜怎么成就的？生平等心，一切万事万物当中，他的心是平等的所以才长生欢喜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欢喜心生不起来，什么原因？心不平等。如果心平等啊，你一定长生欢喜心，对每一个人每一个物都是生欢喜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所以我们能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这个成就欢喜是古德了一定会现前的。第十尊呢，花光机天王，佛经里面凡是讲到花，都是表菩萨行门。花光这个慧，光表慧，这个慧是全智。就是在日用平常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事事充满了智慧智慧表现在四相当中我们今天讲的
高度智慧的生活，智慧的工作，智慧的待人接物，在此地就用花光集来做代表。表现的智慧，让一切大众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幕后第十一尊啊，这一段的时候，表法有十一尊天王，普见十方天王，普。是平等，是普遍，平等普遍，你能够见到十方虚空法界，当然，这一类的天王，他们代表的是四地菩萨。当然有这种的能力，能够普见十方法界。我们从这个地方想，能够联想到他的德行高超啊。福报广大，见十方法界，见十方如来。怎样才能见到？我们心地真正能够修成清净平等觉，就见到了。心地清净平等，障碍就除掉了吧。我们今天为什么见不到？有障碍啊，才见不到。障碍除掉之后啊，就见到了。如果说不难见到，不难两个字都不需要啊。障碍去掉是自然见到。这当然见到了。菩萨到这个境界，他的见思烦恼断了，尘沙烦恼也断了，无明也破得差不多了，他怎么会见不到呢？当然可以见到。在此地勉励我们要修清净平等觉。下面如是等二位上首起诉无量，这一句是这个结束啊，幕后啊这个探得一句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我们再说。